正所謂風水佬呃你十年八年，我 Emily 潘碧玲最多呃你一年啫。你好啊，我係 MyFam 嘅 Emily 潘碧玲。嗱，咁而家就要話你知咧，今年屬虎嘅朋友嘅運程啦，因為我係屬虎噶嘛。正所謂空一朵迎春花，走音咗。Anyway， 要話你知啦，今年屬虎嘅朋友咧就係、是、恭喜曬天喜桃花年，所以咧我哋就係事業愛情兩得意。首先喺事方面咧，我哋就有好多貴人會齊貴啦，所以今年咧我哋零舍多機會。而且會步步高升添，而在愛情的方面呢，我相信很多單身的朋友或者是會有穩定伴侶的朋友都非常之在意的，因為呢如果你是單身的話、今年呢不妨多些出門，因為你見到新朋友的時候呢，你的桃花就自然來的了，因為所謂桃花朵朵開，天喜桃花年就是這樣的。而至於你有穩定伴侶的另一半呢、今年呢不妨可以考慮拉埋天窗，但如果有請假的話呢，千萬不要給我，因為我已經包了很多紅包了。招雲敏應該不是屬虎喎，感覺上佢都有機會可以結婚啦，anyway， 講翻正題先，就係呢一個健康方面咧，正所謂有健康嘅話，凡事都會暢旺啦，係嘛？今年屬虎嘅朋友咧，身心安泰。不過、有一樣嘢就係咧，佢話要慎防水險，所以咧，如果你有去游水啊，記得唔好去超過1m嘅游泳池，咁就肯定冇問題噶啦。所以咧、今年屬虎嘅朋友一個字，出啦！恭喜曬我哋。恭喜我自己。